从家里窗户上拆几块玻璃，用玻璃刀裁成合适的大小，随便粘一粘一个小鱼缸就做好了。先倒入清水，用刷子刷成前低后高的效果，再铺上一层泡过的水苔并压实，接着倒点82年的赤玉土，根据自己的喜好摆上几块青龙石，用纯净水打湿土壤防止滑坡，其余的地方铺满生命力旺盛的苔藓，比较空的地方可以点缀上一小块石头，这样一个小微景观就做好了。想学习更多造景知识的话，就私信我吧。